大家好，我是十一 ，Welcome to NPOE Studio。今天应该是礼拜一吧，然后我要来玩猫咪游戏，Clockwork Cat， 就是为时钟工作的猫咪。但是猫咪看起来好可爱哦。然后这个猫咪啊，它就是不能，就是时间如果到了12点的话，它就会死掉，游戏就结束了。然后如果你死掉的话，就回到上一个你转过的花花还是齿轮的地方。然后呢，对，就是这样。然后我们要想办法解完这游戏。然后它就有时候会需要拿钥匙啊之类的，或是要等机关过啦。然后这游戏虽然音乐听起来就是非常好听的样子，而且看起来也非常可爱，非常的怎么讲，就是非常的悠闲的样子，但是这实际上这游戏超级刺激的，就是呢，你要在时间内赶快找到下一朵花花，这样子还不够刺激吗？哦，刚好。然后你们看到右边这边有一个按，有一个锁，它就是要去找钥匙。这边有鱼耶，我都没发现。等一下开了门之后看看，但是不要开门去看。我们先把存档点放在这里，然后我想去看那个。哦，没有成功再变。这应该是要这样。应该是要这样吧，然后跳下去。耶，念念念。哦，他在吃鱼，念念念念念念念。但时间到了，猫咪你知道吗？好吧，我们再一遍。念念念念念，好可爱的样子，感觉吃鱼啊，念念念念念。好，我们去拿钥匙。掉，拿要到钥匙了。然后我们现在赶快冲过去，不用好了，这样。然后赶快冲过去那个。呀，摔下去了，再一遍。跳，拿钥匙。他跳起来的样子好可爱哦，就是一只脚翘高高的。然后手那个转齿轮还是转花花的时候也是，怎么会这样呢？钥匙在闪闪发亮。我拿到。不，拜托拜托拜托，耶！我们。就是永远的很久很久的十分钟，持久的十分钟。这个钥匙要怎么拿？在那边等吗？不对，在那边等，等一下时间来不够啊，这样 会太刺激。知道了，这样，钥匙掉下来，然后我又有时间去拿，这样就对啦。我想说，怎么可能会有那么刺激的游戏呢？这游戏这样太刺激了，比跑酷还刺激。不对，这本身就是跑酷啊，我在讲什么？就是找钥匙。跳，差一点点，转，跳 ，yes， 我们已经顺利抵达了。这跑酷，这，我觉得这真的是跑酷游戏，刺激的跑酷游戏。跳，搞不好可以设计一个类似这样的跑酷游戏也说不定，你觉得呢？还不错吧？对啊，不对。不错啊，就是这样跑酷游戏，转花花，跑跳 ，jump， 猫咪 jump， 不，要再一遍啊！这里是彻底的跑酷 ，jump， 转，耶，成功。转。还可以架起来，这样的时间哦，它就是为了要睡觉觉而已，好可爱哦，可爱的猫猫 ，Clockwork Cat again by blah blah blah， 就是这个游戏是这个人做的，然后他好像是花27分钟又10秒吧，然后去完成这个游戏的，然后 6 floor playing， 我们总共玩了4分钟哦，看来我摔下去太多次了，好，好可爱的猫咪哦！耶，又多一只猫猫了。那我可以多三只吗？我要三只猫猫。
是要按哪里才会有下一只猫猫呢？现在有两只猫猫，三只猫猫了。现在有四只猫猫，猫猫，可爱的猫猫，猫咪。哦，好多地哦，五只猫咪了。好吧，那我们就不要吵醒这些猫咪，小声的跟大家说拜拜吧，大家拜拜咯。